平时保养有术的江君宁拥有令人称羡的逆龄脸蛋和纤瘦身材，她今年虽然已经40岁，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实际年龄，是不少人心目中的女神。最近她在社群平台发文写下，发丝在狂舞，蛮腰在扭动，姐真的很努力在凹造型了。她同时晒出一系列时尚感爆棚，而且全身散发满满仙气的美照。只见她身穿衬衫和牛仔裤，大秀火辣蚂蚁腰和铅笔腿，整体造型十分酷帅有型。加上她拍照时摆出迷人的魅惑表情，让她看起来相当性感，令大批粉丝纷纷被她电晕。特别引起讨论的是，有些网友敲碗希望她可以参加下一季《乘风破浪的姐姐》，大家都很期待看到她的表演呢。